尊敬的诸位长辈，诸位学长，大家下午好。看到大家容光焕发，想必虽然我们群书360的课程呢，有2个月大家没有在一起交流学习啊，但是大家在这2个月当中应该时时也把群书360的这些教诲记在心中，有落实在处世待人接物当中所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所以难怪额头会发亮，所以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学习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这个别人呢是帮不了的。而学习的动力在哪里呢？学习的动力在爱，在爱心。首先呢，挚爱，挚爱的人呢，不愿意虚度光阴，蹉跎时光，那就糟蹋自己了。所以挚爱是学习的动力。所以人世间呢，最值得珍重的就是自己的精神，自己的体力，最值得爱惜的就是自己的时光。大家有没有感觉人这一生数十寒暑过得很快我听一位长辈说人超过40岁以后这个日子飞快，好像一下子一年就过去了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肃然起敬因为我今年刚好满40岁我接下来的时光是坐云霄飞车其实不要等40岁了当这个长者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自己脑海里就浮现了初中一年级初中二年级种种景象历历在目那些景象离我都快30年了，还那么清楚30年已经过去了所以圣贤人都表演珍惜时光珍惜命光给我们看大禹这些圣人的表演包含儒释道的圣人呢，都是教导我们每一天晚上都要警觉一天过去了是日已过命亦随减，自己的命又少了一天了，如少水鱼实有何乐这一生能不能恢复明德，能不能提升灵性能不能真正尽人生的道义利益下一代
利益自己的家人啊，以至于啊利益社会国家民族啊，利益世界，不要空来人间一趟啊。哦，所以师长常常说啊，啊，人生几十年呢，总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啊。啊，我想到《了凡四训》呢，有一段话，哎，确实啊，能够让我们的人生呢，活得有意义。哦，远师扬祖宗之德，要把祖宗的智慧传承下去啊。这句话呢，对于中华民族的儿女来说啊，太特别了啊，太值得啊提起使命啊来看待。为什么呢？为什么说太特别？因为全世界啊古文明啊只剩中华民族了啊，所以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几千年的智慧啊，能够帮得上这个世界。我相信你去问现在全世界的人说，你觉得世界安定吗？幸福吗？我想啊，所有人的答案可能都是不安定不幸福，是吧？哦，你假如去问有一个人说太幸福了，可能他的脑筋有点问题了。哦，不然你真正判断，你打开报纸，啊，家庭的冲突，啊，社会的动乱，国与国的战争，啊，种种现象啊，怎么解决？啊，真的呢，全世界找不到方法。哦，那70年代汤恩比教授啊，啊，这一位大历史哲学家很有智慧，啊，他给这个世界的人类啊，指出一条路来，啊，所谓先人指路啊，啊，他的话也给整个西方社会造成很大的震动哦，啊，他说到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啊，唯有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那这个就是我们儒释道的传统文化，哦，那这句话就代表中华儿女手上的儒释道啊，圣人的教诲啊，可以救这个世界啊。那假如我们有这样的法宝而不去救，那有一句成语啊，叫见死。哎，这句成语很难吗？啊啊，见死不救哈。好，那大家知不知道见死不救哈？这个罪过很大哦，是吧？啊，是你们说的，不是我说的啊。好，我们学习圣教啊，当个明理的人，当个明白的人。啊，其实坦白讲，人这一生呢，所有外在欲望的追求啊，没有一样带得走。哦，所以人真的想明白了，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带不走的，绝对不贪求；努力带得走的，这是明白有智慧的人。啊，很多人瞎忙一生呢，啊，积累了一大堆的钱财啊，最后很难断气。哦，为什么？不知道哪个男人拿走了。啊，他那口气啊，咽不下去。啊，我赚了几十亿啊，我太太不知道会拿给哪个男人。哎，真的，在大陆，我前几天听到一个很有钱的人，几十亿啊，才好像是30多岁就癌症。最后他太太嫁给了他的司机。大家看到这个新闻啊，有没有看破人间的真相？
没有福报的人哦，赚了一堆钱呢，最后给司机花。哦，所以那个司机哈，前辈子有修福报。啊，所以大家开悟了没有？带着走的是这一生看不到所有行善的福德啊，他看不到哦，可是他是真的哦，你带着走，带到下一辈子哦，你很有福报哦，啊，所以为什么人这一生生下来福报都不一样？那自己修来的嘛，好，再来带着走的呢，自己灵性的提升。智慧的提升。可是我们冷静想一想，现在的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灵性啊是在提升还是在下堕？啊，他的智慧是在增长还是烦恼在增长？哇，那假如烦恼继续增长啊，你去问请教一个人一个问题，说你活着的目的就是让烦恼越来越多，你看有没有人说对，就是要越活越烦恼，越活越痛苦。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这么讲，除非他精神有问题，是吧？可是你却看到大部分的人却在走这样的人生。哦，所以人真的没有经典了，开不了慧眼啊。好，虽然好像刚刚讲得很轻松，其实我还没遇到老祖宗的教诲，我也干那个追名逐利的事情，这追求欲望啊，结果求了一大堆啊，求不得，就有求不得的痛苦嘛。所以人生的苦啊，大部分就是三个字，求不得。人的贪欲越少啊，烦恼就少了。哦，所以老祖宗的教诲啊，是清凉剂啊，是甘露水啊。知足常乐啊，那求不得苦不就去就放下了吗？哦哦，所以人生最大的福报啊，遇到五千年的智慧。遇到啊，像我们师长这样高智慧的名师，这人生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福报呢。啊，人往往都觉得哇，给我中第一特奖叫福报，那是灾祸啦。为什么？没有德行，给你一堆钱呢，是大难临头。这不是我讲的，事实证明的。啊，美国调查那个中乐透的。大家知不知道乐透？哦，难得你们都不知道。哎，我也是听人家说的啊，我也没搞清楚那个是怎么玩的啊。哎，很多人一夕之间呢，来了上亿的美金啊，给他中奖了。结果调查这些中第一特奖的人，往后的人生怎么样？很大的比例哦，都是花钱花到啊，身体搞坏了，死了，而且死在家中没有人知道的，就有好几个。因为他一下子变那么多钱哦，他又没有德行了，他就完全是放纵欲望，啊，最后就身心啊都给他搞坏掉了，所以那一笔钱来是祸，不是福。所以老子留给我们的话叫祸福相宜。我看今天呢，很多长者啊，一起来参与这个课程，从你们的脸上啊，可以看出来你们这一生呢，很努力的，在为家庭啊，为社会付出。而这么样的努力付出啊，可不要留一堆钱给下一代。哦，哎，不知道你们的孩子有没有一起来？啊，
假如有的话呢，先用眼睛跟我提醒一下，不然我待会下课哦，他们来找我理论就麻烦。所以你看讲话不容易讲呢。你比方说这个教室里面哦，有领导跟被领导哦，讲话就不好讲。你说这个领导应该怎样怎样呢，那个被领导说你看你看他都没做到。你说那个被领导应该怎么样呢，那个领导说你看他们就是这么差。那话不好讲呢。爸爸妈妈跟孩子一起来听课也不好讲，夫妻一起来也不好讲。所以讲话是艺术呢。所以处处都要顾及啊，处处都得圆融才行啊。所以经典里面呢、确实呢，除了开我们的慧眼呢、对我们人生很多的重要的决策啊，它都有关键性的指导。三字经讲，人以子经满盈，我教子为一金。一般的人都是积累了财富啊，然后留给孩子啊，但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呢、教孩子是什么，不留给他钱，留给他经典，就是留给他智慧才对了。所以教育孩子不只是要爱他而已。我相信啊，没有不爱孩子的父母。可是现在青少年问题为什么那么严重？怎么越爱越出问题？所以《资治通鉴》里面提醒我们了：爱之不以道，是所以害之也。所以爱啊，假如没有智慧啊，叫溺爱。所以必须悲智双运哦。你有爱心，还要有智慧，才能够教好孩子，才能够帮得上你生命中的有缘人。不然，通通是只是情感呢，可能还袒护他，反而帮不了他了。溺爱他就帮不了他了。好，所以刚刚跟大家讲到呢，我们的人生要有意义啊，对自己的民族的文化要传承啊，上对得起祖先呢，下对得起后代子孙。这个文化不传呢，世世代代的人都愚痴呢。我们不要说别的，就看我们这两三代人，就因为文化没有承传，整个灵性下降的速度啊，真的让我们不忍看下去啊。好，我在学校的时候啊，那个孩子的素质堕落啊，不是一代不如一代，是一年不如一年。我父亲那个时代才50多年前，50、60年前，那个时候孝子还不少呢。50年以后啊，很少看到孝子啦，甚至于你翻开报纸啊，触目惊心啊，伤害父母的例子好多。所以看到这一句啊，远思扬祖宗之德。要把文化沉船呢扛在肩上。要时时啊以祖宗的心呢、来爱护下一代，爱护所有的炎黄子孙。这才是老祖宗的好好子女。胸襟啊要能够为整个民族着想。而我们这个民族文化呢，又是唯一承传的古文明，所以这个文化能承传，决定利益全世界。那这是为世界着想。
所以其实我们冷静想一想，去感受感受啊，每一句经句啊，你打开来那个义理啊，深广无际啊，对我们的人生都会很有启发啊。远思扬祖宗之德，近思盖父母之谦啊。我们这几代人最大的过失，这个过失啊，不是他们有意的啊。我们前几代人都非常努力，不管在台湾还是在马来西亚还是在大陆，我们的上一代跟上两代人都非常努力为我们的生活奋斗啊，生活改善了不少，可是忽略了文化教育的承传啊，所以现在家庭社会危机四伏啊，这是无心之过啊。但是呢，我们也应该啊，努力的把文化承传下来，弥补上两三代人忽略文化承传的过失啊。其实我想可以想象得到啊，上了年纪的人呢，现在看到整个社会现象啊，他们是非常焦急啊，非常痛心的啊。所以敬师盖父母之谦啊，我母亲啊，教书教了30多年了啊，退休了啊。他们当时候教书啊，因为也没有遇到师长啊，也不知道要弟子规啊啊，教传统文化这些经典啊，所以他们从教一生啊，也是蛮遗憾的啊。所以我这个儿子啊，从事这个工作啊，我妈妈特别支持哦，她觉得你好好做啊，她觉得感觉啊，能弥补啊，她当老师30多年啊，对这个伦理道德啊比较缺乏的部分哦。其实我们上一代人做任何工作都很认真的哦，他们教书确实教得很用心，重要的是啊，这两三代人呢，整个教育的理念跟谁走？跟西方走啊，跟知识技能走啊，不是跟伦理道德走。所以努力有结果，不一定会有很好的结果，因为你跟的方向错了，你再怎么努力啊，它还是反效果啊。啊，我们冷静看，现在全世界有多少国家的教育跟着美国走？不少哦。而美国教出来的青少年，犯罪率啊，在全世界是数一数二的哦。他教出来的孩子情况是这样，怎么还跟他走？所以人首先呢，要跟对人哦，跟错的人哦，一生枉然哦。我的前半生好像没这么严重啊，我的前20多年啊，跟错了人啊，我跟了好莱坞电影走了。啊，我的书桌前面没有贴孔子，贴了一尊史维斯史特龙，啊，拿着一支冲锋枪，啊，满身的肌肉，我就是跟着这样的价值观走，哦，看了那么多战争片，哦，你看那个史维斯史特龙还打拳击，有没有？哎呀。所以是逞强斗胜啊，就误了自己多少年轻的岁月啊，不止岁月赔上了，连身体都赔上了。为什么？逞强嘛，所以都练肌肉嘛，练到
运动伤害啊，不如打太极拳，是不是？哦，对自己的身体有大好处，又不会运动伤害。只要是那个竞争的，一定会伤身心的啦。哦，好啊，所以都觉得遇到圣教太晚。孔子啊，也是我们群书三六零的教诲。孔子2500多年就讲了：“圣人弗逆，愚者善权，天下之不祥。”圣贤人的教诲啊，没人在学了。愚昧的人，愚昧的价值观呢，影响着每个人，天下不祥。什么是愚昧的价值观？功利主义呀，大家都向钱看，大家都向享乐看，全部都是自私自利，当然种种不吉祥就出来了。哦，你看孔老夫子2500多年就看到了。哦，夫子有一次跟学生出去啊，刚好看到有人在捕鸟，那他用那个箩筐啊，架机关，里面放着一些食物，引诱那个鸟啊飞进来吃，然后他就唰把那个鸟给捕住了。刚好孔子带着学生经过，就发现了有一些小鸟啊被抓住了，啊，有一些小鸟啊飞走没有被抓住。哎，奇怪，同样是小鸟，怎么有些被抓住，有些没被抓住？啊，孔子就问那个捕鸟的人。就这个捕鸟的人就讲了，他说那些小鸟肯跟着老鸟走的，因为老鸟警觉性很高啊，哎，他跟着那个老鸟，老鸟一要飞他就跟着飞啊，他就没被抓住。那个被抓住的啊，就是傻乎乎的啊，也没有跟着老鸟，就自己那里吃得很快乐，最后命就没了。哎，其实你去看呢，很多动物被抓住啊，全部都是因为欲望控制不住，就为了眼前一个甜头啊，命都没了。其实不是动物啦，人也一样啦，就为了一个欲望享乐啊，最后身心赔掉了，连家庭都赔掉了，一失足成千古恨。我还看过一个故事，是那个猴子他喜欢吃花生米啊，那个捕捉的人很厉害，做那个瓶子手可以伸出去，伸进去，可是呢他一伸进去抓那个花生米啊，手就抓握住了嘛，可以伸进去啊，可是握住了就拉不出来啦。所以就因为舍不得那一把花生米啊，他就被抓住了，那个猴子就命也没了。好，所以这个时代的人为了利益，为了欲啊，这人这一生就这么毁掉了，很可惜啊。所以我们要慎重啊。孔子从这个故事啊，说到君子慎其所从啊。谨慎为保家之本。你的家业家道能不能保全长久，
决定在我们有没有谨慎的态度。啊，谨慎让自己的下一代都跟着圣人走。啊，谨慎自己的身教，一言一行都给下一代好榜样。这个家道焉有不兴呢？哦，哎，这个是自家哦。啊，一个国家元首能够带头学圣教，这个整个国家的人民都有福。哦，所以这个跟着圣贤呢，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刚刚跟大家讲人的价值啊，远思扬祖宗之德，近思盖父母之谦，啊，上思报国之恩。忠孝恶智啊，是做人的根本啊。一个人整个成长受国家点滴的照顾，怎么可以不报国家恩呢？可是我们要很冷静啊，忠孝恶智是做人的根本。那我们教育了孩子20年，哦，最少也有10多年了，哦，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10多年的教育，有没有把忠孝恶智深植在学生的心中？人无忠孝恶智啊，他就没有资格当人了呢。这做人的根本啊，根本都没有了，那就只是一个行尸走肉而已喽。啊，可是我自己大学毕业还没有深入圣教的学习啊，真的踏出校门就想着怎么样赶快赚到100万呢，啊？怎么样赶快买车啊？哪有想什么忠？哪有想怎么利益这个国家社会？哎，我也不想这样啊。可是我的思想怎么，就是往整个自私自利的方向在走。所以在这个大时代啊，没有圣教的指导啊，能不随波逐流谈何容易啊。所以上师报国之恩，我们自己把圣教学好，在哪一个领域啊，都做出学传统文化的好榜样，这个就是报国家的恩啊，下施造家之福啊，这个家道呢，怎么透过自己啊，把它兴盛起来啊？外施济人之急，整个社会世界现在最需要什么？哦，现在最需要的是圣贤的教诲嘛，因为整个家庭、社会，甚至是天灾人祸，都是因为人心坏了嘛。可是人之初性本善呢，只要有好的教育，他一定可以转恶为善呢，转迷哎为悟啊。你们要有信心一点啊，转凡成圣呢。所以济人之急啊，最根本的帮助，就是把圣教弘扬开来。啊，外施济人之急，内施贤己之邪。啊，我们自己的习气烦恼啊，有没有一点一点呢，啊，越来越轻？智慧啊，一天一天越来越增长。啊，所以我们刚过完年，啊，今天第一堂课。老祖宗讲的，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啊，现在春天来了，啊，一生之计在于勤，要很勤奋，
学习，因为自己早一天觉悟，早一天有智慧，你身边的人都有福报了。你身边的人呢，可以早一点呢，学习到你的智慧。所以人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啊，他就自爱，不虚掷光阴，他就爱人，自己勇猛精进，期许自己啊，能够早一点可以利益到身边的人。那这个时候学习就不会懈怠了。所以我们走在学习圣教的路上啊，假如觉得自己还是很容易啊懈怠，根本原因啊是不懂得自爱跟爱人。所以我们看大学开篇就说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明德是自爱啊，恢复自己的本性啊，在亲民爱人啊，在止于至善啊，自爱跟爱人呢都做到圆满，就止于至善了。好，那我们看今天这么多长者啊啊一起来参与课程呢，他们的精神呢值得我们佩服啊，他们很勤学啊，我们给在座的长者啊一个掌声。所以身为长辈啊，这个身教啊是随时随地的啊，这刚过完年啊，大家学习就这么积极，就是在做榜样了。而今年呢，我们感觉是非常啊吉祥的一年啊，中庸也讲到啊，国家将兴必有真祥啊，看得到症状征兆啊。什么好的征兆呢？一月份啊，一月初啊，我们马来西亚的首相啊，纳丁斯里啊，纳吉首相啊，他到了香港啊，去见呢，我们师长啊，还请教很多啊治国的经验智慧啊，而且呀、他还祈请呢 老人家呢到我们马来西亚呢讲经啊一个月。那您看，我们看到首相呢这么重视圣教的承传弘扬，就想到清朝啊，康熙、雍正、乾隆啊，有150年左右的盛世啊，这清朝的皇帝啊，都是带头学中华文化，而且都是坐在前面呢、带领文武百官跟嫔妃啊，一起听这些专家的教诲。啊，这个事例大家听过吧？哦，师长在讲经的时候常常提到，有没有？所以治国难不难？不难啊，有没有抓到这些 key point？ 这些最关键的呢？我们学群书治要，这个就是治国的智慧啊。哎，我们已经一起探讨一年多了呢，你们好像信心不足。真的呢，您看我们前首相马哈迪先生啊，他看了群书360的翻译啊，看了几句啊，他就说到，几千年前留下来的东西啊，对现在还这么管用，他非常赞叹。接着他说，这一本书我早一点遇到啊，我就很多重要决策就不会下错了。
所以确实是治国的宝典啊。哦，从这些对于国家很有贡献的领导者，他们看到这些教诲都有这么深刻的体会啊。所以诸位学长们，学群书治要360的目的是什么？大家清不清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家把群书治要学通了，帝王师，你各国的元首啊，他没有读过这些教诲啊，你能告诉他啊，你能把他讲明白，他马上照着做啊，你所利益的就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啊，我们中心董事啊，黄秋云女士啊，她刚好啊有一次跟首相见面的时候啊，介绍这个群书治要啊，她随手一翻啊，就翻到这个尊贤啊，里面这个经句说：“得贤者则安昌啊，失之者则为亡啊。”他就讲这一句啊，给首相听。我说你怎么这么准啊，一翻就翻到最重要的。哦，你看每一个国家要兴盛就是这一个重点。得贤者则安昌。我们看商朝要兴盛用伊尹。周朝要兴盛用姜太公。唐朝兴盛用魏征。魏征还是他的仇敌呢。是不是是唐太宗以前的仇敌嘞？你看一用贤人，马上国家就兴盛，而且都不是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看到首相呢能礼请师长啊来到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确实是福地，福地福人居啊，当然马来西亚的同胞心量很大，福不自己享，要给天下人共享，所以汉学院呢就落在马来西亚，是不是？哎，你们汉学院落在马来西亚的意思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人要把汉学弘扬到全世界，这样才对得起这个姻缘，是吧？你们自己讲，我没逼你们了啊。哎，大家能有这样的体会啊，可谓五十而知天命啊。人要知道了这一生的天命使命在哪里，不只知道了，还要不辱这个使命。哎，上天选上我了，这是我的光荣，尽力去做就对了。啊，尽力就是圆满，不要有压力。压力是烦恼，就会像我这么瘦。哦，所以说今年重要的要转念，不要有压力，要变成动力。哎，要懂得放得下，啊，放得下不必要的担心跟烦恼。啊，提起使命就对了。好，我们这个首相啊，不止把老人家请来讲经啊，哦，到他们府上啊，啊，这个首相夫妇啊，啊，亲近仁者啊，啊，最后非常高兴啊，对师长讲啊，你不能只有对我们讲。啊，你要上国家的电视台，啊，给老百姓讲。哦，所以前几天才安排了在八度空间，啊，有一场师父的访谈，好像这个礼拜天呢，哦，那场地更大，听说可以坐700人，好，不过报名截止，大家可以看转播。哇，这个很难得啊。哦，我们看到
我们群书360的课啊，刚好上到为政啊第四的第四个纲领啊，治公，公天下。这公天下表现在哪？想着利益天下的人。其实这个治公的精神呢，也是民主最重要的精神。什么是民主？时时以人民的福祉啊为最主要最重要的国家方向，这个就是民主的精神啊。假如空有民主的制度，却是时时在谋私利，那根本糟蹋了民主啊，糟蹋了这些制度了。所以为天下人着想啊，很重要的呢，要解决啊根本的人性问题。其实人幸不幸福啊，不是外在的物质决定的。从我们这个社会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物质享受越来越丰沛，但是整个幸福指数越来越低，自杀忧郁症的人越来越多，包含家庭的冲突，夫妻离异了，父子冲突了，越来越多。所以物质越丰沛不一定能够带给人们幸福，反而是精神生活越充实越幸福。所以为善最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其实身为父母，身为团体领导者，以至于国家的元首，我们都有责任呢，把孩子、把组织的人、把人民带向一个幸福的路。不能努力到最后啊，反而更痛苦，那路就走错了。所以当父母的、当领导的、当老师的，在这个时代啊，必须要深思熟虑啊，把人生路啊给后代的人指对方向，这是我们的责任呢。所以一个国家元首指对了，全国人民都有福气了。像勤俭为持家之本，一个家庭要能够家道兴盛，这个家它的整个财富能够稳定，这个福报能长久，一定要勤俭。这个曾国藩先生就有讲到，一个家道能绵延三四代不衰，一定要勤俭。只要不勤劳奢侈了，可能一代都过不了。那我们看到我们中国大陆的元首我们习主席带头勤俭，不奢侈，四菜一汤。连过年呢都提倡四菜一汤，结果师长呢，就大力响应，所以师长，过年除夕夜也是四菜一汤。对啊，国家元首指的太正确的方向了，我们全国都应该来响应。这个勤俭呢，对整个家庭社会影响太大太大。听说呢，这个我们习主席出外巡视呢，住的是三星级的酒店，结果四星跟五星级就没人敢住了。不过还有个方法，那个餐厅把两颗星星拔下来就好了，然后费用收低一点就好了。
总有变通的方法，但是呢，那个原理原则要抓住，就是要节约节俭。哇，以前那个听说这个应酬啊，公家应酬啊，花费很凶啊，那个茅台酒一喝啊，一个晚上就喝几千块都有了，上万块都有啊。大家想一想啊，一瓶茅台酒要多少粮食才能做成一瓶酒？哦，你们看你们的眼睛是外行，哦，没有做过酒，千粒米啊都不一定能做成一滴酒啊。所以要做那么多酒啊，那些粮食能养活多少饿死的人啊？所以这个节俭呢，对于人生德行的意义非常大。第一个，节俭的话呢，俭以养廉，就不贪污了，够用就好了。奢侈它就不够用，就要贪污了。再来呢，减自己啊生活上的享受，哎，知足就好了，把省下来的钱呢，去帮助快饿死的人，这个人的仁慈心啊不断扩展。哇，很多父母啊把积攒下来的钱啊捐给非洲那些灾民，那个孩子都不去吃麦当劳了，他效法他父母的爱心啊。哦，所以可以养廉，又可以广德，把自己的仁德之心啊不断扩展。还可以福厚，为什么？一个人越节俭，他越有福报。哦，所以一个人假如只有60岁的寿命，可是他很节俭，他的福报都不乱花，很可能他可以活到90岁，因为他的福没有花完，就延长寿命30年，可以福厚。所以我们老祖先讲八德当中啊，这个礼义廉耻这个廉啊，为什么看得这么重啊，是很有道理啊。所以习主席做出的榜样，都可以感觉到啊，我们中国的福报现前啊，所谓必有真祥啊，啊，国家将兴必有真祥，这些都是好的征兆。当然国家民族的兴盛不能少我们一份力量，每一个人呢都应该舍我其谁啊，来承担这个历史责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好，那我们看到第四个纲领治公，其实也提醒我们教育自己跟教育孩子，要从啊放下自私自利，能为公家着想，能为天这个大局团体着想。其实这个治公的心呢，在我们几千年的文化沉船，几乎是每一个人有的态度。哦，我讲的不夸张哦。我父亲那一代也算是有大家庭。啊，当然人口上啊比不上古代这100、300、400的家族很常见。哎，5个兄弟姐妹住在一起。啊，上有老下有小。啊，我父亲是长子。弟弟妹妹都还在读书，我父亲成家之后，这些弟弟妹妹都住在一起。那我妈妈她嫁到我们家一天，第一天开始，我爸爸就去读大学了。然后我妈妈
的薪水就充公，哦，自公嘛，哎，因为我爸爸去读书了，还要花钱呢，啊。我妈妈一嫁过来，马上薪水就没了，啊，上要养老，下要养小，还有小姑小叔要读书要用钱。请问大家，你嫁不嫁？哎，人生最难的不是奋斗，而是抉择，嫁不嫁？所以人哦，人有时候太会算哦，人算不如天算。你们考虑这么久，就嫁不出去了啊？不是啦，就不会嫁了。不会嫁我就不存在了。哦，所以傻人有傻福，不要计较那么多。哎，觉得这个丈夫挺有孝道的，又重视这个兄弟之间的情谊了，啊，再拿出来欢欢喜喜。所以人不要计较眼前。哦，所以我母亲50多岁啊。就退休了，就享清福了，啊，退休20年左右了，啊，都是政府照顾啊，啊，他领退休金领了20年，哎，就很有福报啊，啊，所以我说妈，你领了政府20年的退休金，儿子还要更努力一点，为什么？公务员领的钱都是老百姓的纳税钱，啊，耳奉耳禄，民脂民膏啊！公务员领的钱都是老百姓的血汗，不可以浪费了，都要尽力去回报啊，才对啊。好，我父亲5个兄弟姐妹，这个人口才10几个人。这个谈不上什么家族啊，可是在我父亲的身上就看不到呢一次为自己想，就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父亲在思维事情呢，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一次是说父亲为自己想，不为父母，不为兄弟啊，不为妻儿，没有啊，所以我妈妈常常说：“啊，你爸爸第一是父母，第二是兄弟，啊，第三朋友、孩子，啊，第四，哎，其实想一想啊，夫妻本来就同体嘛，是吧？对呀，那他都为父母想，你就要去欣赏他的孝道啊。”啊，哦，他为兄弟想，你欣赏他的情谊啊，哎，那这样才是后来自己想一想，嗯，还是自己有眼光啊，哎，所以在自己父亲的身上啊，就看到他们那一代的人重义，重义就怎么样？亲力嘛，他不会为自己想嘛。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整个家庭当中，一个孩子一生出来就为整个家庭想。以前是500-600人、300-400人，他是为几百个人想，他怎么会自私？可是紧接着几代人迅速变得自私，因为变小家庭了，啊，还有的是只生一个，以前是生出来就为几百个人想了，现在是生出来所有的人都要为他想，那你怎么让他会不自私，都为别人想，也很难啊，除非你非常懂得教育啊，不宠爱他。哦，所以这个自宫啊，首先我们自身呢，啊，下功夫，哦，
为团体着想，啊，才能把这个好的修养啊传给下一代。哎，人那个自私心一起来啊，绝对影响身边的人。哦，这个是绝对啊，不得侥幸。啊，很多长辈说啊，不要给孩子看到就好了，有没有道理？请问大家，你小时候啊，父母在想什么，你知不知道？你们没有反应啊，啊，不然你们小时候都在想什么？哎，我的印象当中啊，好像父母在想什么，我们都很清楚。哎，他没有讲话，看他的表情，父子之间都可以明白，这是我们本来的天性呢。所以父母在为爷爷奶奶操心都看得出来，父母在那里玩股票担心，看不看得出来？父母赌博赌输了脾气快发出来的时候，看不看得出来？都没讲话啊，都看得出来啦。所以教育没有侥幸的，孩子随时可以体会到我们的心境啊，是公心啊，是不自私，是孝心，时时都已经在教育孩子了。好，那我们看呢，上一次讲到的是203句啊，今天呢93页的204句啊，我们呢先把这一句京句啊，大家一起念一遍。好，故君仁者，爱民而安，好事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也。民分职，续事业，拔才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设矣。公益民而私事习矣。如是，则得厚者进，而宁悦者止，贪利者退，而廉洁者起。好，啊，开头啊就讲到，啊，君仁者，啊，就是身为国君的人，啊，这个君，就是假如是动词啊，就是治理，啊，所以他是治理百姓的领导者，应该怎么做呢？啊，爱民而安，好事而荣，爱护人民，因为人民啊是国家最重要的基础啊，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啊，成立一个国家啊，成为君王啊。啊，我们以前古代都称天子，啊，就是代表上天来爱护子民，爱护人民，他有这种爱心，啊，把天下的人都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爱护，他才跟天子这个名字啊相配哦。所以一个国家元首不爱护人民，他就已经没有守自己的本分了，哦，他就已经辜负啊老天给他的这一份使命了，哦，而我们今天要爱人民啊，爱护人民呢自然得到人民的拥护，
所以孟子有说啊，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所以他爱民敬民，他自自然然感得人民对他的爱敬，那这个国家一定会很安定的。而今天我们要爱护人民，或者延伸到我们要爱护我们的下一代，很多父母很多国家领导者也很努力哦，可是却看到啊，孩子的德行不好，社会的问题啊越来越多。在台湾有一个官员啊，也是相当有影响性啊，他退休以后啊，过了一二十年呢，他看到整个青少年犯罪率很严重啊，他就痛哭啊，因为他当时候很有影响力啊，他可以决策整个教育的方向，可是他在位的时候啊，重视了经济发展，忽略了文化教育，结果一二十年过去以后啊，整个社会乱成一团了，他非常痛心啊。所以古人讲啊，一个人不能看一百年啊，不能做宰相啊。所以同样的，一个父母，一个老师，你在带你的孩子，不能看孩子的一生，你很努力教他，他也不一定成才哦。好，所以这个爱当中啊，还要有智慧哦。你看现在多少孩子教育问题，父母很头大不安呐，可是也很爱孩子啊。所以这个爱智里面呢，还要有智慧啊，才能真正让人心往德行跟智慧的方向，这样才能安。假如爱护百姓，爱护下一代，通通引导他们赚钱追名逐利啊，你再怎么努力啊，这个社会只会越来越不安而已了。所以这个时代啊，我们感觉呢，对于整个家庭工作的努力啊，不亚于几千年的这些古人的努力啊。大家想一想，五千年来啊，哪一代人最辛苦？哈喽，哎，你真的想想看呢，以前生八个十个都没有现在这么辛苦，那孩子还教得不错，现在生一个两个哦，都快没命了，这担心害怕了。所以其实要当好君亲师的角色，首先要先有智慧，要先明理，而不是在那里干着急。好，那知道爱护人民啊，最重要的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就能把教育办好，就真正爱护人民了。而且这个爱护还是长长久久的影响，因为圣教一复兴啊，世世代代的子民都受益了。所以最近首相见师长啊，他也非常希望啊，把国家治理好啊，就请教师长呢怎么治理国家啊。那师长说，你只要把教育办好，国家就能够安了，安定了。所以首相对汉学院非常支持。而且还提到这个汉学院里面呢，收学生这个马来人的比例要高一点。
哦，这个汉学院要造福整个啊，这个马来西亚，还有啊，师长也给首相期许啊，这个汉学院应该给全世界啊栽培汉学人才啊，这些汉学的人才应该向全世界弘扬汉学啊，让马来西亚成为这个弘扬文化的示范的国家，和谐的国家，都给世界能够做出示范来。好，而爱护人民，大家想一想，在中国国家这么大，那国君天子他只有一个人，老百姓几千万几亿，他怎么爱啊？他要用贤德之人去当父母官，去爱护百姓啊。所以周朝啊叫封建制度。什么是封建啊？叫分封建制。因为天子只有一个人，国家那么大，怎么办？选出最有德行的人去治理一方，叫分封给他们这个爵位啊，国土，让他们去爱护那一方的百姓，这是很好的制度啊。可是我们没搞清楚，都拿来变成批评了啊。我们看齐国封给谁了？姜太公啊，好不好？好。鲁国封给谁？周公啊，都是封给这些圣贤人，老百姓就有福祉啦。哦，所以这个好事而荣啊，他能够啊真正尊重爱护这些贤士啊，哎，听他们的劝谏。做好国家的决策，或者重用他们呢，教化一方，爱护一方百姓，那这样子，国家治理的好啊，这个叫建功立业，留名青史啊，所以好事而荣，这个荣呢，从一个国君自身来讲，他只要尊重贤德之人，又肯听他们的劝谏，他的德行会越来越好。啊，这个荣，第一个自己的受用啊，择日进，过日少。啊，所以唐太宗谈到的啊，他有三面镜子，啊，以铜为镜，正衣冠。以史为镜呢，知兴替；以人为镜，明得失。所以他感叹的讲这一句的时候啊，是魏征去世的时候啊，他痛心啊，五天没有办法理朝政，太难过了。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历史啊，哦，都很感动啊，就他们君臣的那份义啊。真的让人动容，啊，他珍惜啊这一个名臣，这个忠臣呢，对他人生，对他国家的贡献，好，好，所以这个好事啊，这个好呢，不是嘴上讲讲而已，啊，表现在能够接纳他们的劝谏，啊，能够感恩他们为国家的付出。所以唐太宗多次啊，在宴请百官的时候，都说我们的贞观之治啊，都要感谢魏征，感谢这些大臣。哦，所以唐太宗啊，跟他身边这些大臣呢，真的是知音啊，相知相惜啊。啊，这样的君臣配合啊，绝对啊会让国家兴荣。接着讲呢，两者无一焉而亡也。
两者无一焉，就是这两个都没有了，这个国家铁定了要衰亡了。哦，他不爱护人民啊，人民生活不下去了，就得要革命了。他不尊重贤士，就没有人来治理国家，当然会乱了。哦，所以从心地上来看，我们整个圣教啊，叫内学，都是向内啊找问题，不是向外去指责，叫内学，就是心性之学，都要在心地当中下功夫。所以一个领导者如何做得好呢？从这一句来看呢，就是啊，像《了凡四训》上讲的爱敬存心啊，他要爱人民，爱下属，他要尊重有德的人，他也要尊重百姓啊，爱民而安，爱心，好事而荣，恭敬的态度。哦，我们今天在经营事业的过程，假如不顺利了，要反观呢，我们有没有爱敬存心？哦，从这里调整呢，很多事业的瓶颈啊，就能够突破了。哦，接着讲呢，名分职，续事业，拔才官能，莫不治理。啊，这个具体讲到呢，啊，整个政治啊怎么运作？这个名分职呢，就是让下属啊都非常明白啊，他这个职务上啊应该尽的本分啊，就像在公司里面啊，每一个岗位他的职责啊，都能引导下属啊，哎，清清楚楚啊，然后他可以尽心尽力去做啊。假如领导者呢不让下属很清楚的明白他的本分，他不明呢，然后事情错了呢，又没有给他好好讲清楚，指导清楚，又只是啊一味的指责，那这样下属会很痛苦啊，他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他也不知道他应该做哪些事，他这样心里的压力负担呢就会越来越大。所以身为领导者啊，我们常说呢，手把手带人。哎，首先让他明白他的职分所在。哎，这些职分应该具备哪些能力啊，能够培养他。名分职，续事业。这个续呢，是他做事呢可以井然有序，就是做事情啊能分清事情的轻重缓急，整个做事的这个程序流程，这样就不会乱，这样呢就不会把时间呢耗在不重要的事情，那重要的事反而忽略掉了。那其实这一些能力啊，它都不是一天两天形成啊，所以当领导的人呢都要很有爱心，还很有耐心啊，把人给带起来啊。所以假如没有耐心啊，看底下的人做事啊，看不下去啊，我自己来了啊，最后就把自己给累死了啊，累死了还不觉悟啊，他说啊，我一个人抵他们十个人啊，最后累死也怨不得人啊，因为你没有耐性，最后底下的人心理压力很大，动辄得咎啊，他好像做什么事情你就指责骂他，他就不敢做了，心理压力太大。
好，所以假如我们当父母的常常骂孩子，你怎么动不动就是错啊？做这点小事也不会很可能你太严苛哦，那个孩子看到你就已经六神无主，所以他做什么事好像就做错了，你会觉得怎么都不经过大脑，都不会想。其实人处于长期的压力很大的时候，他的思考能力会很低，会有点不知所措。我以前也遇过这个情况，遇到这样的领导啊，有时候事后想想，这么简单的事我怎么做错了，自己都觉得很好笑，可是当时候就觉得好像一片茫然。我以前也遇过那个老师啊，遇到事情啊，你还没解释哦，啪一巴掌就先过来了。大家要了解，一二年级的孩子啊，被大人一巴掌下去啊，光是回神就要一段时间。哦，这个都是我人生曾经经历过的啊。所以那个还没讲话就很恐惧的。好，这拔才观人啊，选拔人才。选拔贤才啊，任用有能力的人，当然这个很重要，都是在平时啊去观察，而且都是在很多细节的地方，不是他刻意要表现好给你看的，那些细节特别容易看得出来啊，甚至于你更冷静的啊去了解他的家庭状况，他对父母，他对妻儿有没有情谊。这样看得更准。好，能够选拔这些好的人才，整个国家做事都非常有章法，都非常有秩序啊。那莫不治理，不可能不治理好，就是一定啊，能把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而且呢，因为都是秉着公心呢，不是自私自利的，都是为老百姓想，都是为国举真正的人才，所以则公道达而私门设矣，公义明而私事习矣。这个公道通达啊，大家都是循着公天下的心呢，在思考，在做事啊。那当然，这个常常要磨私利的门呢，就关起来了啊。所以，公道达的团体国家呢，就不能走后门了。那常常走后门呢，这个公平就没有了。其实我们看呢，走后门呢是最折服的，所以这不明理的人呢才走后门。所以有一句话叫小人冤枉做小人，这真的。所以世间人做错事啊，你不止不能生气，你还要怜悯他，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啊。比方说一个人走后门，你生不生气？太过分了，他怎么可以走后门？其实你看哦，他走后门对整个循着规矩来的人公不公平？不公平啊。所以你看他折的福大不大？他折的福很大呢。假如来一起公平争取的人有500个人，他走后门，请问他
造作罪业啊，欠了多少人？这个账要会算呢。啊，明明告诉大家哦，你命里没有，走后门也走不成呢。那个礼送了还是没有呢。啊，你命中有，你不走后门，你还是有那个福报呢。所以不就是君子乐得做君子，小人冤枉做小人。他走那个后门本来挺有福的，结果那变成造了一大堆罪业，然后还败坏了整个国家社会的风气。你看这一条要记过，记大过几条，是吧？那你不觉得这样的人很可怜吗？你应该送他一本《了凡四训》，不应该跟他生气。好，所以大家从今天开始 right now 啊，从现在开始，你不应该再对任何人任何事生气，因为这个世间啊，没有可恨的人，只有可怜的人，这事实啊。他拿着福报去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你看他可不可怜？哦，所以这个走后门呢，折了大福，再来呢，毁了孩子。一走后门，他的孩子以后全部都不靠自己努力了，这样的孩子会成才，那他不是也毁了他的孩子吗？那他怎么不是可怜的人？哦，所以教育好下一代，明理很重要，不然真的反而做了一些错误的示范。哦，好，所以领导者公道，然后这个达呢，形成了整个国家社会的风气了，这师门就射住了，不通了，走不通了。哦，公义明而私事习矣，这公义彰显了，大家都重视这个公道，不寻了自己的私欲私心了，这样子呢，私事啊就止息了。其实很多团体啊，只要领导者非常廉洁无私啊，他底下的人在这样的一个以身作则之下，真的确实能够达得到。哦，所以我们也不去责怪社会风气啊，扭转社会风气从我们自身做起啊，就对了。如是啊，则得后者进，而宁越则止。这个风气一形成呢，有德行的人啊，有厚德的人呢，都被举荐啊，为国家奉献。然后这个宁啊，就是很会讲话呢，但心术不正啊，都讲得很好听啊，其实是谋私利了啊。这个越也是，就是很会谄媚的人啊，所以这个宁越者啊，他就没有啊，这个他的路子可以钻啊，他没有这些机会了，所以宁越则止啊，贪利则退啊，整个风气都是为人民啊，为公天下了，自自然然贪利的人呢就退了，他谋不到他的私利了。而廉洁则起，廉洁有守的，廉洁奉公的人呢，反而都受到重用。所以后面这一段我们也体会到《易经》上讲的，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一个领导者假如觉得团体的风气不好，也不能责怪他人，首先呢，端正自身，
啊，自己心正了，身就正，身正了，左右的重要干部就正，左右正自然影响整个团队的风气了。好，那这一句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